您找谁呀？讨厌，你不认识人家了吗？老公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呢，老公。老婆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讨厌，人家才没有生病呢。老婆，你是不是眼睛不太舒服？你是不是进沙子了？我帮你吹吹。讨厌，人家这是在对你抛媚眼呢。抛媚眼。老公，你是不是还没有吃饭饭呢？我去给你做饭饭呢。嗯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？哼，刚学的呢。哎呦，老婆，咱先把鞋给换了吧，啊？嗯，好的呢。你慢点，慢点吧，你慢点。我去给你做饭饭。老婆，你拿这个做什么呀？做饭饭呢。做饭饭。嗯。等我。哦。老公，啊，过来呢。啊，爱你们。对，爱你哦，啾咪。我也爱你。老公，我这样你喜欢吗？啊？喜欢。我去做饭饭，等我。做饭饭，等我。嗯。累死我。不过，看李明成的样子，似乎是很喜欢。